央啊，对于高雄产业发展大力的支持。那尤其在我们金雕地园区里面，总共投入5年内啊，将近110亿的这个预算的一个规模，包括科专的各项专案的补助啊，以及各项的这个计划。啊，更重要的当然就是今天高软乐园区的一个重建。那其实在这里也跟我们美花部长报告，也跟所有的我们贵宾报告，就是说我们每个月其实跟经济部针对金雕地园区每个月都会举行定期的会议来这个盘点整个招商的状况啊，跟未来的一个发展各项执行的进度。那大家常常在讲说我是定定定，但是我这个定定定过去当时在行政院服务的时候都是美化部长是扮演比定定定更拼的角色所以我们在当时的口罩国家队里面这个假如没有我们美化部长这样的我是晚上打电话给总统院长跟部长那我这个打电话还好美化部长是夺命连环拨在这个政府重大困难挑战的时候总是身先士卒的来替我们的厂商替我们的经济发展想办法找出路，所以这里要非常谢谢王美花部长能够在高软二十的这个批建的过程里面能够大力的促成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那第二个当然要感谢我们李顺清董事长因为中油是地主他在最近的高雄不管是在台积电的设厂跟我们高软二期其实也印证了说跟五十二年做驻兵也是跟我们高雄这座城市一起成长一个伙伴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这个感谢中油在高雄各项产业发展里面的各项协助。那另外也跟部长报告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数位转型经济里面我们中油公司跟中钢公司更积极的参与各项的我们的双重转型那我想这个对于高雄的城市未来的不管是永续发展或者是城市的竞争力提升都是非常具有指标性带头的作用那第三个要感谢的是我们这个杨波跟处长杨波跟处长这样短短的一年准备不是二年完工的就马上就动工然后即将在我们表定的114年就会来完工我想115年的五月就可以完工那我想请部长放心高雄市政府一定是最好的监工我会来盯着我们国跟处长事实上也真的非常的感谢在这里的我想郑理事长都非常辛苦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高雄的很多的就是重大的投资的一个落地我真的要非常感谢处长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赖瑞龙委员他这个疗愈区哎呀话一定不会有安利好不安利指挥好安利好你那边安利你要在安利好他都你也给我的指标是一个非常有我远见的非常佩服的政治家但虽然掌声不多但是在前阵小谈有很多这个未来影响到高雄跟可能是台湾的产业的发展都很大有不过部长不好意思监督嘛这个就由我们来回这个开玩笑是最好的合作的伙伴真的是中央地方还有国会还有地方的议会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全力的助力那我相信这个未来的招商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外商其实他们通常他们不想自己带这个建筑或者是厂房就希望说能够用这个承租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确实在劳动局政府有几家在向外向公司招商的他们都提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在美化部长的大力的加持之下那我们会跟我们处长的各位共同的来
力来全力的向所有的我们定的，不管是资讯软体CDLP 的应用服务到相关的电子厂商的一些系统配合跟这个研发等等相关的这些事项，然后全力的管理。那高雄市政府我们也不是嘴巴说说啦，招商法跟部长报告，包括在受大报告，然后我们跟董事长的跟业区，还有我们海大的国华电信的总共大楼，大概都已经招商，大概招的都差不多了。那陆续的还有大楼，我们现在的包括成大看板的学院跟中山大学看板的这个国际金融学院，我们陆陆续续进驻。那我们那里也会设一个外卡的新创园区了，因为我们的两万的新创园区已经满了，就华投啊，好，他们的有一些优秀的选手，具有潜力的，我们会往前队啊，再找微软啊，跟 AI 优秀进去，大家一起来投进，好，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我相信啊，这个中央地方合作才能够真的让我们到这个进程。最后啊，那也跟向所有的外商，跟所有的我们的企业伙伴喊话，进驻到亚洲新湾区，如何我们讲针对讲的条件，高雄市政00688大家，我们还有一些薪资的补贴，还有一些税负的减免都有所以欢迎大家来自高雄的，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想机会是有点准备不仅适用于台湾高雄同样也适用于所有的企业所以郑董事长、黄董事长所有的企业界的代表让你开店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谢谢我们的陈其迈市长，谢谢市长，有请回座。刚才陈其迈市长哦，冷凝动作细捏捏，所以呢要带着我们的高雄一起来举杯。再次谢谢我们的陈其迈市长。那马上呢要再为大家来邀请到非常利于我们高软二级相关的计划，掌声呢请大家用热情欢迎我们的赖瑞龙立委，欢迎我们的赖瑞龙立委。王美花部长好，还有陈其迈市长好，都是第一名来的哈。这个最拼经济跟最拼整个高雄产业发展的两位所长哈，还有现场看到我们高副主委哈，包括我们的杨处长、何处长哈、李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洪董事长、郑董事长哈，还有曾董事长哈，还有各位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其实真的很高兴啊！今天同时间也是安排经济委员会到高雄来考察的哈。那因为王朝部长非常重视今天高软二期的这个动力哈，那我想真的要就如同刚刚陈其迈市长所讲啊，真的要非常感谢蔡英文总统跟苏贞昌院长一路的支持的高雄哦。这期我们跟着陈其迈市长感受非常的深的哈。那当然落实在就是在王美花部长在种种的各种的。行动当中，包括陈其迈市长每天晚上跟总统包括跟部长不断的，我们中午跟美花部长还聊到的时候，他也会接到其迈市长这个晚上一两点，这个还在想到一些市政，然后再跟美花部长在这个争取所以我真的感受到说，整个中央地方这样同心在拼高雄的这个发展那从五 GLP 这将近110亿。陆续的成型到我们的亚湾新创园然后刚刚早上也来看了真的原来42间现在排队排到80几间所以难怪刚刚陈其迈市长讲到然后引到了850去包括我们的最新的前阵子的台售的几个陆续都进来不管是高通或者是人保等等还有包括今天的高软各期的这个动作这个真的可以感受到整个全部的都动起来，不止这些了包括连其迈市长一直在关心努力的捷运的红线南延到小港到林园，甚至连国道7号了这个除了我们在努力之外，我知道其迈市长也动用了非常多的关系去争取能够尽快，拖了10年的环评也终于过，所以
真的是很感谢的哈，从蔡英文总统、孙昌院长到我们侯部长、陈开市长对整个亚湾的支持哈。那亚洲新湾区是我的选区了哈，所以我的感受非常的强烈。那真的再次感谢所有长官们的支持。那高雄不仅是个工业城市，同时在这几年的这个数位转型也全力在推展。我们有最完整的土地哈，590公顷亚洲新湾区的土地，我们有充足的电、充足的水。我们有最优秀的一些人才，包括半导体学院、包括国际项目学院都坐落下来了，也期待更多的企业能够持续来投注亚湾的哈，就如同陈进泰市长讲的哈，让高雄人有更好的薪资跟更好的就业机会。那同时间也期勉了哈，杨处长哈，能够加快这个速度哈，这是第一栋，那原先希望有民间投资，但是我们就期待。那时候也是遵照陈进泰市长指示的哈，要求要由经济部来带头。经济部来带头最大好处是招商跟新建各方面全面完成。那现在听说招的还不错，那也期待 B 跟 C 这个秋块也能够尽快的启动，投资100亿，让高软二期全面来动起来哈，让高雄的产业加速发展。最后再次感谢所有的长官贵宾们的支持。祝福今天的大会活动圆满成功，高雄继续起飞，感谢各位，谢谢。掌声谢谢我们的外交部立法委员，谢谢一直来支持我们相关计划的推动，谢谢您。那现在呢，马上紧接着再请大家用最最热情的掌声，让我们欢迎经济部王美花部长，欢迎王部长来为我们致辞。秦迈市长、立法院蔡委员、国发会高副主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算是主人杨国刚处长，还有我们中小区综合处长，还有我们的地主中友的李董事长，还有各位董事长、各位贵宾大家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高软二期的这块土地的动土典礼。那因为这块土地呢，就是我们整个 5G AIoT 的大计划的其中一环。那这两年确实在秦迈市长的督促下，在赖委员的不断的在我们经济委员会告诉我们每一个计划有没有如期的往前进，我们的招商如何，我们的科专有没有落地等等，我们经济部是兢兢业业在做每一件事情。那早上也到我们去检讨我们 5G AIoT 的相关成效，苏志芬委员有一起来，他非常的感慨跟非常的失望，他说这么难的一个计划，6年前的计划，为什么在这2年之内这么快的一个项目去完成？那他说这个对照云林的发展，他就非常失望，他讲的是这一句话。那他的非常感慨是，这么好的计划竟然这么短的时间就一个在执行。高雄希望能够产业转型，希望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我们的 5G AIoT 扮演的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管是非常多的新创的进驻，非常多的国际大厂跟我们在地产业的合作，创造了很多的应用的商机，还有我们利用这个 5G AIoT 的场域呢，来做 5G 的各项的应用，包括展览场的应用、无人机的飞行、静电的比赛，还有甚至在港湾区的应用等等，一个一个的实现。早上高雄市的同仁说，以前可能2-3年才需要空拍一次亚湾，现在不是每人拍，可能半年就要来拍一次，因为它的转变是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这不仅是高雄的光荣，这其实是让大家看到中央各部会的合作，中央跟地方的合作可以
加速到这个地步，可以让一个地区翻转的这么快。那当然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那这些的克服就是借由我们不定期不断的在检讨，不断的在进步。那因为这样一个好的场域不断的在发生好的成果，厂商的进驻跟外商的进驻，它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强。再加上未来的台积电要进驻，那台湾就是结合这一些的硬体的强项跟软体的强项应用结合起来以后，那这个会让台湾的转型确实在往前踏进，而且对于我们的减碳，这样的一个软体的研发也有助于各项减碳活动的推进。那我非常谢谢国耕处长对于我们这一块软体园区的开发，我还没有跟他讲，他就告诉我说智慧建筑有这个绿建筑有，虽然不是第一级的，但是在经费许可范围之内都会去做到。那它的建筑的设计也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把它设计的当作未来5G IoT 的一个重要的地标。那刚才那位也提了，我们这一块地旁边还有一块地，那这个也是我们杨处长会再去推，希望另外这一块地呢，不管是一栋或者两栋，我们也会积极来招商，那把它整个的场域建设起来。那刚才又讲，其实现在进入到这里的，不管是新创，不管是企业，场域确实有点满了，然后排队的厂商也很多，也谢谢高雄市政府在找新的地方。那我们加工出口区也会在这个附近的场域呢，有好的空间，我们也会尽量提供出来，短期的空间来提供服务，中长期，那这两栋的建筑或者三栋建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有非常好的客观环境，有场域，有技术，有政府的客观的投注等等，那再加上厂商的进驻，就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高雄的产业转型，高雄的就业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会大爆发。我们也期待每一次到高雄来看到新的建设、新的计划，都对高雄有很好的益处。我也希望以后常常来，谢谢大家，谢谢。首先，谢谢我们的请留步，紧接着我们要邀请长辈会议上台合影，让我们邀请高雄市陈其迈市长，欢迎市长，以及还有赖瑞荣立委，有请。再来，还有我们高雄软体园区管委会国城建设洪平森洪董事长，有请，以及国发会高协会副主委，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继续呢，再来邀请到还有我们的台湾科技产业园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的郑佩欣副理事长，还有我们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的杨国根处长，高雄市政府经发局的高正远副局长，以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何进仓处长，还有我们中兴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陈生贤董事长，台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李顺清董事长，再来还有我们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的刘信传副处长，有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来共同进行合影，也请我们的民政人员帮我们协助递上我们的手拿